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香港美食博览会开锣啦！那么今年呢，这里汇聚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美食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《舌尖上的世界》吧。Alcohol, the yellow one. Oh, alcohol. Yes, or the pink one. This is a strawberry and rose. Mm, smart. Yes, our language is very good. 好吃。好吃。这个是巴达勒斯的新肠。啊，或者腊肠，你可以试一下，就是这些用猪肉做的，这些是牛肉做的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。This is my first tequila. Those alcohol vapors, you don't want them to get stuck in your mouth. You want it to keep. Yes. Wow. This is delicious.看我找到什么了，这边是我们大中华的美食区咯。沙茶肉的话应该是说千锤百炼啊，包括我们的皮呀、啊、从皮开始，我们之前以前的话单纯的面粉皮，这个是肉燕皮，这里面面皮里面已经加上肉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内馅的话是把它进行那个千锤百炼。沙县那边的方言好吃怎么说？后叶是酸汤呢，它主要就是那个用这种本地的那种小番茄，然后我们有自己的种植基地，然后还有这种辣椒，然后放在一起发酵，然后我们的发酵的那个就是在那个溶洞里面，就天然溶洞里面，因为它保持恒温恒湿嘛，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种益生菌，然后保证它的那个发酵的一些效果口感。贵州话的好吃怎么说？好吃。无论我们说的是什么不同的语言和方言，美食都是我们共同的语言。闻着这里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不同的香味，谁又不想立刻背上行囊，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用舌头去丈量一下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呢？